这个 UC 轴承和 UEL 轴承的一个区别。UC 的是在两个顶丝的直接固定在轴承上，没有调节轴两边同心度的这个一个作用。然后呢，这个 UEL 的是带个偏移锁套，偏移锁套起到一个作用，就是能微调轴两边的同心度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UEL 的这边的出头要比这个 UC 的出头